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受洗的，那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没有受洗，但是你真的已经承认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，只是你真的有一些原因，你可能还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洗礼，那我相信神一样把这个祝福给你。所以当你的心中承认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你非常的确信你要他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，而且你未来的道路一生都不再离开他，那你可以跟我一样领受这个圣餐。这是不是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他的爱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？所以当你一定要非常确信你的心里面是尊主为大，你知道你的生命要给耶稣基督掌权，要给上帝掌权，那我们就可以一起领受神的身体跟他的宝血。我们一起来唱圣诗219首。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了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再来。”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祝谢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现在要遵照你所设立的这个宴席，我们要来纪念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谦卑的恳求你差遣圣灵，将这些杯跟饼分别为圣，让我们借由这些领受你的恩典，使我们在灵里得培育，在恩典中得成长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了你们而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了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。
道跟着他走的时候，你就能领受他的爱。你可以想想看，他为了你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是多么的痛，多么的爱我。每一个妈妈都愿意为了孩子舍了生命，每一个爸爸也愿意那个孩子舍了他的生命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为了爱我们而舍了他的生命。身体为了你们而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一起来领受。耶稣基督说：“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我们请菲菲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。我们借着领受圣餐，知道你为我们做的那个牺牲是多么的痛，是多么付出多大的爱。主，谢谢你借着这个圣餐，培育我们在我们信仰的灵魂上面成为我们的食物，让我们再次明白你爱我们，喜爱我们，保守我们。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再次将自己献上活祭，求你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同时也以慈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持续着圣洁的交通，从今以后更能够荣耀神。
我们这样祷告，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。